我相信以陈部长的学养、能耐、努力，跟他这一段期间来国人对他的信任感，相信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是大热门。陈时中最近台北市长呼声还是很高，但他说要挺过三支箭。刚刚我问他，他说撑过再说吧。你觉得他挺不挺得过啊？哦，陈部长是我们会做事的团队一员，他非常努力，在保护国人的健康尽心尽力，大家都看到做得非常的好。我相信以陈部长的学养、能耐、努力，跟他这一段期间来国人对他的信任感，相信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是大热门。